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，阿夏雷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长今日来至。 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脚众尊；皈依达摩，利乐众尊；皈依正教，自证众、啊、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。 两脚重尊，皈依淡摩；二要重尊，皈依精卡；足掌重尊，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施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德，两脚重尊。 皈依三二礼中尊；皈依正法，自证顶尊。看大经口主第七五十九名，七百我则高明，七百我则高明，也都是生五行，看起啊，都生得五行。 九仙万星啊，头前啊，人、啊、已经恶结了，三倍放心，最重要 对咱的开始，就是两句话，背字；其他呢，拢是负担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 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爱菩提心，你一定要解创和清楚，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是印度梵语，是啊音译的，伊个意思是觉悟。

这就是发菩提心咯。那若去六道轮回，就灭失了菩提心，菩提心无去咯，啊，龙马是一个净心心，那、啊、其讲话作用是佛菩萨，其未去颠倒，随波逐流，哎，著是啊六道凡夫啊。 所以发心比什么都重要，这一生就刚我，咱的幸运，非常幸运，这一生得着人心，得到大成，大成内面啊，搁拄着净土，净土啊是众生成就诶佛法。 啊！才有即个法门去修行，这一生，我定幸福了。然后生净土，就是成佛后面这段段，最近呐，特别更多人。 修仙元星啊，发观龙星啊，给到世界，请看经文，随机修行啊，随着家机修行，修行这两字啊，重视啊，祖先功德，宏气再改 一日踏上，欢喜沙文，严净莲顶，赞花小妞啊！这系拢嘛是应该伫日常生活当中，随缘来做啊，遇到啊都爱去做咯。 啊，即系功德回向学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修即个功德，什么都无求，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段经文 让汝我经详细解释，咱看下注解。解，这个本品是第三大段，随机修行，祖先功德。这第、个、一句总说。 啊，谁是随顺，随从。啊，随啥人呢？随家己啊，都、就是随咱诶理想生活，随着咱啊所拄着诶因缘啊，那修行啊。 平时啊，行为、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啊，言语造作是口心的行为，因为国较侪不外乎即三大类：心啊、口啊、意啊，这三个行为。但行为有错误咯。 甲伊啊，修正过来叫做修行，即、这个意思爱了解，爱真清楚，什物叫做修行？甲错误念头、不善的念头修正过来是修行。言语故事嘛是爱也修正。 咱人身体诶造作是新业诶行为，如果哪有错误，马上改也修正过来，这叫做修行。下面有几个例甲咱讲，绝对呀、啊，毋只是即几句。 三业行为太侪了，讲未真诶啊！对于个一类，咱就会当想着，等啊，一切恶就一切善，著、就是祖先功德啊！讲啊是伊诶作用。 第二个是业果啊，先有呃先果恶有恶报，啊，先恶的果报丝毫啊不送啊，这里太醉了，啊，咱啊细心冷静诶。 呃，思维、观察、反省，看咱家己的起心动念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什物心，动什物念头，这是啊，先恶业。 自作诶，极端啊，行善作恶，对各位起来呢，念头啊，一念先，什么是先？ 你诶家己是仙，你诶众生是仙，你诶家己伤害众生，这著是不仙。啊，伤害家己，你诶众生这是大仙，

主线功德当中，随机、感灵，啊，旧能力啊，做一教呀，免了依附呀，啊，免了家己，我哋而个代志己做去好。 啊，咱、呃、人最生得到人心，都得护法，都得来生。什么是大仙？什么是金仙？古人有两句话来讲：“为红尘皆转黑。” 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是仙中之仙，大仙里面的仙啊！王仙呢？王是地气咯，圣是圣贤，地气世世代代诶，大圣大贤，伊那所修诶法呢？ 说红诶发，说团而发，那哪都咯，了。不安怎啊一个这些大法，给行起来啊！那认真多力好好来学。 学成了后，文化理性啊，也都传给下一代，何其有灵啊！文化袂在咱嘅手中断去啊！咱对老师也接过来啦，阿里识识字。 一生得受用啊！即、这个受用，彭丹米老师甲我讲，人生啊，最高嘅享受啊，有得着无得着咯？真正得着咯？ 啊！一点都爱讲佛法，无心啦。你现在得到，讲佛法变成了生活，一心动念，一切做作的行为，好艰难，正业三好。 这是啊，根本爱该是，那你一定爱遵守。正业三号有三条，第一条。 孝养父母，咱哪有做孝无？对父母有进了孝道无？回家第一句話，第一句话是“君之君、啊”呐，不好北部，父母。 会当幸福了，不好父母，你嘛无办法幸福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孝子啊，我做到了万万的大孝。 安、啊、咱无尽孝，那会用哩呢？婚啦、嗯啊，无论是伫即个生活当中、工作中，还连接不之处，外面的环境。 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言、恶言，拢嘛是用真心心来接待。能啊，有做到无？啊，无一句话是欺骗众生呀！你若真正做到？ 你著会体会到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你袂当体会到，是你对有法的宗教无入门啊，入门著会了解了、啊。 结力，深深的结力，你就会享受到咯。你甲佛菩萨共款诶享受，你甲孔子圆回共款诶享受。这个享受什么？幸福快乐啊！幸福快乐，甲地位是无关系。 噶在乎无关系，无啊无能将事，多只行业都嘛无关系，男女老少嘛无关系，只要你会当啊了解，会体会到，体会到了后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我就用对了，都享受对了。那一个人幸福、圆满、快乐，表现的外面一团欢喜呀、啊！相信欢喜心，欢喜充满。 论语第一句话，孔子讲的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也都是快乐，也都是幸福，也都是圆满。”啊，本老师所讲的，人生最高享受，已得到了。伊对都已得到了。 一家摩尼佛教人啊，净业三福，伊拢做够，地会开咯，好不现前啊？好，大家尊称为三界至尊啊，为这世尊。 称赞到极处了，世间最尊贵诶，最值得人尊重的，这个、老师啊！第二句，红树树中；第一句是教孝；第二句是教敬。 恭敬啊！对老师爱恭敬。老师是团队诶人啊，是信团信教诶人，毋是普通人。伊咧教学，伊伫日常生活当中。 日常生活表法啦，甲伊所学拢做教了，做榜样互咱看，叫、就是、做身行言教啊。甲伊所讲拢做教了，所以呢，咱对伊都对教，哎，尊重。 因为尊重多，尊重教学，所以啊对老师就特别尊重。现在社会出问题咯，问题出在叨位？总共一句一句话啊，都、就是教育啊。那教的问题出在叨位？ 老师毋知影循行研究，学生毋知影尊重老师。学生无尊重老师，老师是孔子呢？老师是释迦摩尼佛呢？忙教你袂好啊？为什么你听袂入去啊？ 你无甲老师的话放在心内，所以老师无办法教你啊。问题出伫即代啊，啊有好老师，老师袂当教咯。我这款厉害啊。 我伫二十六岁时阵，六十四年前啊，我拄着黄东美先生，我非常想要介学一下个。 伊是铁学家、铁学教授。我写一篇文章，写一张片，自我介绍，希望老师会准我去学校去旁听伊个课程。 老师下我一张批，叫我礼拜日去因兜见面啦。头一天见面，伊都甲我讲啦。伊讲现在学校啊，主要系纪律。但是五年前诶，大学台湾大学。 先生呀、啊，无成先生；学生啊，无成学生。你若去听课咧，你会真正失望啊！这几句话，就是老师甲我讲。 学校、啊、你免去啦，你去是白去咯，学无物件，老、啊、是完全古作咯，我心内当然真艰苦咯。温了点点啊，有六七分钟。 老师才开嘴啊！如果安尼好啦。伊每礼拜日来我厝诶，来，我甲你上一堂课啊。时间是礼拜日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。 这我啊想未到呀，我想着非常想啊感恩啊。所以每礼拜日去因兜，伊甲我讲一铺听下概论。最后一个单元讲啊佛经，听下。迄个时阵我也无宗教信仰，我误会咯。 你的佛教是迷信啦，所有宗教拢嘛是迷信。佛教啊是迷信当中的迷信，为什么呢？甲佛教看做是多神教，多神教是阶级的宗教，各级宗教只有一个精神，那各级的宗教什么都拢拜。 那像佛教啊，都是啊，都信教啦，是给几宗教，这款嘅概念。但老师甲讲嘅这单元，我拢未当接受，真奇怪咯。老师只好对头讲起，教我、啊、介绍佛教。 不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铁侠家啦了。没听人讲啊，不仅铁侠是全世界铁侠诶最高峰，含佛也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安尼啊，这进入佛门了。 啊，文书、语文啊，我相信老师未会,会欺骗人，老师拢讲的是实话，所以我就甲老师请教啊，你诶，福经贴合是甲啥人学诶。老师甲我讲，抗战期间啊。 离爹四川嘞，的中央大学教书，啊，有阵司机破病，朋友介绍去个眉山去养病，去个眉山住了两个月，全定什么都拢无啊，啊不，无报纸。 嘛无杂志，一般诶书也拢无，只有佛经，所以啊，伊都每工听佛经来消遣，伊也都伫遐认真读了两个月，啊，无想着讲佛经是高等铁盒，但伊非常有修养，甲我讲啊。 经典是看摩尼佛大天学家啊！我耳后的一言啊，是对家来，所以我不是的，是不要来对来，我是的老师，一个修课堂来对的对的。尤其是这三句话。 非常介意听啦，释迦摩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我啊，跟释迦摩尼佛学哲学。啊，大神经典是铁行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 孔空头护主》《楞严经》的第一句：“克力十十字不约约好。”大乘经上常讲的：“欢喜充满，相生欢喜心，完全感款呐。”我是安尼进入佛门，你就要修行。 是啊，无办法形容诶。那、啊、所以法官专心教课啊，进门诶大学问，愈学愈欢喜，我就行入去咯。啊，从此以后，

这套是甲李老师学来哇，我三十三岁出家，出家著教佛学义，出家就上台讲经，无中断过啊！到今年五十八年咯。 啊，这下呢拢是属于祖先功德啊！我有这能力接受，有这能力甲伊发扬光大。现在后面这个问题断联了，过、啊、去。 我有想过，至少几下去福冈山，我着想过。但是缘不足啊。第二礼拜伫新加坡，我做实验，办只短期诶，联合班。 各地诶同学来参加修学，啊，阮学一部经三个月，一部经危险，伊会当上台去讲，做甲真成功，伊讲办六届，我家己啊参加教学个啊，是四届，只能三、四，五六，我无参加。 我离开新加坡咯，迄、那个时阵我给李伯宽建议，咱这个地基班啊，这个实验啊，成功了后呢，咱们办副行业，培用学生，好孵化好技优人，无想着讲。 也不苦啊！啊，我离开新加坡，移民去澳洲，去澳洲成立成长学院。这里啊，用学院的，这个名机啊，能够成立。 这真难得了，不过但无真正培用人才，也是外面严肃性，你各的钢筋，你妈来西亚供给。 伫台湾、伫香港，有当时啊，啊，接受邀请，去国外去讲经，时间都无长。我毋是甲即个心死咯，毋是，就无人学啊。 想学拢嘛是叩头诶，著亲像跟老师讲诶，伊无真心心，伊无清净心，伊无恭敬心。绝对毋是老师，讲别学生啊，对老师著爱恭敬，毋是个意思，迄完全错咯。 这来都有些道理啊，道理是什么？恭敬心会得着啊。你一分恭敬得着一分，十分恭敬得着十分啊，百分恭敬你会得着一百分啊。是这款道理啊。啊，老师看到你是真心心，真正恭敬心。 老是念经教喱啊？为什么你是佛的？这团人呐、啊？啊，你是传统文化的团人呐、啊？啊，那是我无专心专意教喱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佛教，对不起佛陀啊！ 即种诶老实人啊，人生心恭敬心，去多会去测啊？我以后明白这道理，问老师为什么毋互我去学校去旁听、去因家去教？为什么？我对老师有一点啊恭敬心。 甲个人比，我是比袂到。这个人即个恭敬心，真心恭敬，至少爱拍七十斤以上，才会及格。我对这个老师都、就是啊，即三个老师，啊，彭老师、张家大师、李老师。 因勒恭敬心、真心心，会当甲拍八十分、九十分啊，到这程度，我啊甲因比，我只有三十分。但是现在人，伊连三分五分都无啊，安怎咧。 个人的方法伫个啊，安怎培养家己诶，精神清静同净心名培养。爱对啊，弟子规来培养，爱对十来，习善业来培养。修习善业，若是到弟子规就有咯。 无人肯做啊！啊，而且现在人找无即款的典型啊，找无一个榜样啊，你为甚物？你毋值得我甲你尊敬，所以。 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，伊都袂甲你教。家己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对，无错啊。毋过咱看着即、这个佛法会衰啊，会衰落去，会伫咱手头变忙啊。 上年我的台湾，话虽时不来对，今年啊总有一两摆，请法师来讲经。啊，时间呢大概是，少的是一礼拜啊，等的是一个月。 我拢天天有听讲，要有客请，到场和尚客车，带出信徒来客车呀。现在不好咯，现在拢是经忏法师发火啊，这边安怎咧。 啊，咱学院现在有个道德工堂，啊，所以注意来想看卖学院即个名称，你是教育，宗教教育，咱这個学院是毋是每讲拢有钢筋？ 时间毋免做一小时，逐个轮流来讲。拜一拜啥人，拜二拜啥人，拜三拜啥人，逐天拢有同讲。一、这个人嘛讲，两个人、三个人拢讲。啊，外面无人听，啊你要怎啊？佛法，佛法来两三个来听。 慢慢五年啊，十年、二十年，人数的愈来愈多，这就兴旺起来咯。啊，一部经讲一遍了后，会通够讲第二遍、讲第三遍。我有经教，我诶标准呢，也是每一部经，回响，爱讲十遍。 啊，所以,不以《宝经》讲一部，《大宝经》讲一品。把即个恭敬诶风气啊，佮大起来。别人毋做，咱来做啊！参考资料真多，现在咱有收集，有老一辈。

那无风法离生，覆盖衰啊，覆盖灭了那灭伫咱的手头咧、啊，那那古婆的阿弥地家啊，毋是叫世界啊。啊你为什么要出家咧？出家就是要修复慧命啊，风法离生。 即两项代志你无做够，你袂出去接受十方供养，也伫即块浪费光阴。你做不行，顶下罪业啊！啊，所以咧，经常所讲诶。 咱那个注解、注解真好，所以记看零，面力一虎就无变强啊！你讲有偌大能力，学一坡啊，金额买向我干面偏买盈利，我了还四分买盈利，我第注嘛买用呢。 家啲物件学会好，家己嘛，你即边一边一边来讲，毋惊无人听，无人听伊啊。拄啊甲摆好势，你对着即个伊啊拄啊来讲，即啊则学会出来啊。啊，我伫咧一九七七年。 头一摆来香港，香港有一位啊法师，一位技师，姓怀法,法师、写道连技师。因两个人来台湾啦，啊，伫台湾啦、啊，看着我伫个善导寺，伫咧讲经，我会记我迄时阵讲，普贤行愿品是台湾王。 讲诶，时间是一礼拜，因一礼拜啊拢来听，听了后邀请我来香港，我头一摆离开台湾来到香港，啊，道场呢是中华发师诶，中华有高道书馆，著用伊个所在做讲堂啊，啊。 我来香港啊，签证也是互啊四个月。我讲零眼睛啊，一工两小时，头前一半两个月，两小时就翻译啊，就是讲最上讲一小时，后面呢两个月，逐个听我讲的拢听有。 免翻译啊！伊讲话我嘛会听有，我也袂讲；伊啊听我诶话嘛是会听有，所以阮著会当交流咯。这四个月啊，安尼讲落来了后，然后我甲香港诶同修约定，每年去讲一个月。

如果啊下日咯，那刚刚的记啊，真可能今仔日会走啊！所以念佛啊，修心净土啊，比什么都较重要。下面即个鬼故。 然后，人经故典，高多人，红旗在改大成二中第十二关内面有功了，红金革命为界，红是无红，计嘛是禁止，所以互制定。 不杀生，不偷渡，不杀淫，不饮酒，不亡语，这些弘济难，做做作业啊。最烈的这个境界，金济难，这叫做戒啊，戒是风辉之恶啊。 啊！洁清净是净是清别，故名为“斋”啊。这叫做“斋”，“斋”是清净心的意思啊。该回家。 四分律音义，这里面有讲界也律字别义呀、啊，叫做界律。通常咱讲界律，律甲界是共款嘞，意思是共款。翻译三婆罗，这是啊音义意思呢。 中国人翻译为“禁，禁止，所以己“钙”字也“禁伊啊，“在”家为啊，不过东心这是南一别人讲自我，给我不惜讲我都是讲死，你奥为会死，我要是为会死。 让中午十二点为准，十二点以前会用哩，食饭诶时阵，十二点以后，啊都未用哩。都袂当讲过去食物件咯，叫做会死死假意识，会死这部意识，这是啊，佛等你再世甲出诶学生。 这一啊，所以呢，因早起的功课是出去偷霸，偷霸等于了后熬。食饭的时阵，做好食饭。 毋是每一人托了托一盘，每一人己家己食，毋是安尼。我家诶，规矩，托盘托倒来，你后咧，甲饭菜混合做伙，你食偌嘴就摕偌嘴啊。是安尼咧食饭呢，所以啊，一盘千家饭，每一人人只诶内底。 那么是真侪人家共用，混合做伙，一般请家饭。下面解释的时阵，意识应该是这个时阵食饭呢？为时是,是不意识，不过中食，就是常言的“过午不食”，这个是灾，是灾,灾。 个、啊、素食是两项代志啊！现在人真侪认为讲斋拢是素食，无一定，即、这个、错误。为虾米偷牌时阵，人互你虾米就食虾米，无选择个啊！即、这、施、个、主共用个，有虾米食虾米，即、这个、一定要知呀。素食就是素食啊，素食唔是斋。 素食是无荤腥，啊，腥是动物啊，著是肉；绿色嘛叫腥，荤啊是五荤菜。蔬菜内底即个五种，即、這个人都无食，著、就是即个葱、大蒜、蒜头，用古价的。 要有韭菜,、啊、菜啊，地基内面，即叫做五荤菜啊。即个荤加素咧，都爱创好清楚。即、这个虽然讲伊唔是啊错咧，但是伊嘅性质啊无好，也有矛有界定、介议论啦、啊，是唔准确。为什么？即五行虽然。 那、啊、是植物啦、啊，伊吃食容易引起肝火冲动，就是发脾气啊。所以薰毋准食只、这个啊，食食咧，即物件是会产生即这荷尔蒙啊，引起性冲动，所以毋准食，是即两个原因。 但是咧，如果是要用，一边用咧，会用呢？这个爱知影，不、这、然、个、概率是有开价之欢，讲甲真清楚，什么时阵会当用，什么时阵袂当用？啊，有边医生温存用即个物件，会用咧，会用咧接受啊。

再有清净的艺术，过、哦、啊，即在家一呀清心之呀不惊啊，注定伫修清静心，有会作文再改，就不再改。 一列大小租界，你说来对讲的，在界，这是分门来对定的讲的，在界啊，合作起来来讲，就是不管在界。 呀，佛、啊、法是真重视。为虾米？在家下苦诶人，乞丐真困难？何做用这个方法？在家人修一刚？不、啊、管在家是刚，金刚只在啊乞丐，在就是饥饿不是。 界就是我界，或者是补钙啊，通常是用八界喝水啊，这是我对大家学佛特别的资币所开的，这个盐啊，啊，这个 下面南个讲着，该夫该是林书，多少寒红该多啦？好在是，好是老师，好别多了后，阿南。 从佛经教，多了后，我们大家以啥人为师，或者讲咯，以戒为师，所以戒、啊、是灵师。你啊，咱戒都拢做高，如同佛在世，拢嘛同款。安尼正宗同学，佛。 绝大,大多数拢嘛是在家，咱有定了啊，有这个外科目，为啊，净土中学人必须爱学的概论，这个学科第一个就是正业三好，三条啊，第一条。 后用佛表，方知师长，初心不散修是善业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？啊，受持三规故，叫众戒不犯威移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坚信因果，投向大乘，款进行者。这是啊，大乘菩萨。 啊，咱净土中的这些同学，就是啊，咱的根本界。然后佫加着六河，六河经啊，这条非常重要。我敢讲，世人智慧，无论是在家出家。 四也叫做积将，大家也修了好经，礼礼见见何同解，解何同修，心何同主，叫何无争，以何同业，最后。 如何同官啊？啊，即六条一定爱遵守。头前一条，第一条是咧讲见看法，咱讲建立共识。但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，拢爱以佛经教诲为啊依靠啊。 我叫咱安怎做，咱着老老实实、认真去做，建好懂改。啊，咱主要是依无良受经。啊，依唔念做老技术诶注解，以及老技术诶进修者也不混谈，迄著会用你咯。 啊，家嘅动手心啊，同住啊，叫五经，二啊啊，东、啊、一啊，大家欢欢喜喜做伙，欢喜重温二同军，这个二主要就是共用啊。 常用的是中道一半分，一半分托等来混做会，大家在来来啊，大家分来吃，是这意思，同观咯。今日做教，这个学习对三号落手，最关键指导原则应该得定。 因定开慧，最爱遵守家定慧原则啊！啊，菩萨的六不罗比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我一科目好奇啊！啊，起心动念，言不做作。 规定啊，毋通违背啊，这个的科目啊，就是净土宗之戒，啊，一点啊，都袂麻烦。啊，净业三福诶，后面一条，最后。 还是大乘法，发菩提心，尽是因果，头上大乘看尽人家，最后一句咧都是宏法立心，头前十句是助理，后面一句是利益众生诶。啊，咱依一部经，依一部注解，依一部论。 啊，结果是五经议论。五经议论内面，你认为讲若先做，我无迄能力选一部，互你家己啊啊选一部。你感觉倒一部合适你，你就选迄部，伊拢会用诶。啊，进修这以后是下年纪老技师。 大慈大悲啊！为即个世间工作无闲诶人，早暗无时间做早暗课，制定一个简单诶早暗课，只有三十二拜啊，半点钟著会当做好了。这候。 为了不得已的人，最简单的方法，半点钟也播未出来的，一句阿弥陀佛，要求啊，不间断，食饭你困，中断，食完困起咯啊，算了一个念佛，还现老一修一生都是修这法门，一修成功咯。 你这个好好念了九十二年啊，是咱最好的啊朋友啊。那公到戒律咧啊，戒、啊、是忍辱。 多少寒风，心为业主反省固执，净化自灭，改意有之啊，这个重要。都自 <noise> 个人，学再 <noise> 个人，无论再给自给，拢都爱遵守啊，心。 起心动念是主做作三业诶主宰呀、啊！啊，所以起心动念比心的较重要，还、啊、因此，概率凡夫、圣灵、圣灵,圣灵包括罗汉啊，包括菩萨，拢中拢爱遵守。正法也是主宰世间，也是消灭，拢嘛是,是因为。 一个概率有概率进化住，无概率进化就灭了。所以呢，咱对于有进啊、英文、学科非常嘅重视啊。 这对呀，难去疏忽啦。这个五句一定要呀遵守，时时刻刻来反省。很、嗯、早起甲即个五句念一遍，真简单啦、啊，著、就是五句话。啊，静夜三号用壶。 三下六到十关，暗时要困的，尽情念一遍呐。反省今暗的，是唔是做唔到代志无啊？早起也是提醒，暗课时啊反省，都是,是,、啊就是真叫功德咯。千万咱误会，早课是要念好给菩萨听暗课嘛是要念好伊听。 对家己无相干，那就带出迭出啊，迄、那个早暗课啊，也、啊、是有罪过啊。为虾米咧？骗护菩萨，早起啊都骗伊一摆，暗时啊佫骗伊一摆，一天啊骗两摆啊骗来骗去，食亏啊是家己啊。 是了啊弥陀佛心啊，对于无间地狱啊，为什么心不善，欺骗和菩萨，名比日月，尊比佛祖。 这两句也是形容词啊，伊个功名，这盖、个、得个功名啊，穿得外赶款，啊，盖、啊、得个不贵咧，就不足赶款。应当包括你意思，不因随从。 在内面是有一个故事诶，是指美景记录诶，含着淌诶这个水。吓、啊，现在啊，甲过去是无同咯，过去旅行真正辛苦，老人家喙干。 在找一个河边，水沟啊，里面诶水去甲摕来啉。啊。所以做外去旅行，拢嘛带一个滤水袋，记录。未毋这水，这是获得概率温存诶。无经过过滤诶水是袂当啉。将来对讲有这糖，做家只年。 要做个这，你要小心谨慎。啊，后面一个这里的海种无相超越。这嘛是乞丐，啊、用这青草，让这用青草编一条蛇啊，给你啊围起来。你唔敢佮偷窥啊？ 惊去伤着即草甲叶啊，即植物啊，头前诶流水是动物啊，对动物,对物都要植物拢未去伤害，即是啊覆盖诶概率。啊，现在啊，咱你讲我？ 那伫公园啊，看到一片草坡啊，整平平的啊，相当的这个美观啊。但是有人伫咧挂草，我咧、嗯、准袂唔准啊，我讲绝对唔准。嗯、啊，开垦一堆,堆堆，一堆堆内底有草、有树啊，啊，台生啊。 伊祭即个鬼神，祭树神，祭草木神，通常伫三江的进前，同弟那搬厝，这才会当做树啊，这才当挂草。啊，咱来即边呢？六月一号买过来时阵，我家门口有一丛树啊。 迄经厝收旧袂当用，拆掉阁重启。啊！咱三工前通知树神啊，请伊啊搬厝。结果树神托梦，互咱即个行业个出家人，伊讲时间啊太赶紧咯。伊讲，因诶要求都爱啊，一礼拜进前啊，去甲因通知啊。 大概就是澳洲诶，鬼神甲澳洲人也、啊、差不多，做代志总是比人比较慢一步。三工啊，又是未付啊，著要七工。啊，以后阮咧搓树啊啦，咱咧刮草啦，拢爱伫一礼拜进程去甲通知伊啊。啊,啊，来甲伊讲，到时阵啊，阮著要来搓树啊。 来刮草，这盈里这罗马西，好来概率。所长结论再改之要，净化任何自私，转来行人任何乞丐，行人的修行人啊，包括出家在家，心不是乞丐？股东。 零食生命无为所受之界啊！临时命不关系，你内心会当得到人心。你若是讲也破戒，来心就会去什么都去咯啊！所以修行人愿意下生命，袂去破戒啊！ 啊，念到这因经固电啊，伫即个有甲咱讲，我发心是常住在这个世间，完全是看在家出家这个佛弟子是毋是修改，是毋是修改，以 因皮这听技术讲诶，各地征讨租牛，转变功德，功德之基，功德基础，目前起戒，一戒精即心精，心精即土精，不要一句诶重要啊！啊，戒精，心精，个土精。 这个透精就是，那你徛这环境，推你眼睛包括随方几落世界，啊，心精这佛头精，那西曼庄经该经这心经 心静即佛陀经，下面第四，起立踏上踏，佛门内面，古文是古籍，即立地即地念诵。 速度铺，反正是中国嘅艺术叫做庙，人家是红魂。那在印度真正做道场会看到，为地火下立处，即、这个塔是供养和下立嘢啊,啊，所以讲。 如果即个下力真细，用这小塔同样都会用力；如果是下力真多，就来建大塔咯。会所内底有讲，安塔有啥意思？第一点，表人性，个人，红心咯，喺坏时阵。 留真侪谢礼啊！谢礼让证明讲，伊修行有功德，伊相对袂歹。如果那毋是讲真正啊修行，未有谢礼，这是啊人性。有人经过的身体咧留落来。 叫专心下字，啊！若做会灵大师，伊个热心也滴咧，一千多年都未歹啊！但若有袂少寺庙来底拢有修行人老热心，老热心，伊建塔供养个啊，比较较济啊。 咱来,来，请下礼塔，得连令他信。啊，一般人看到这个呃，劣、啊、心啊，看到下礼，对于修行咎咎咎成就就三生信心，这个还、啊、真无容易啊！从家大师。 当年在世，有真侪人诽谤伊，讲伊是政治黑手。但介伊老大人啊，一个完结黑化诶时阵，老到一万外了诶下力，都无人敢讲话了。啊，伊黑化诶他，是特别介伊做诶。 伫这新业店内面起一个塔，咱们为躲避为,为的黑化，叫夏利埃西尊呢？大夏利大概只能五刀向你阿断有两千瓦粒，也有谢利辉，大底谢利辉。 水下哩，亲像绿豆遐大个，亲像即个白米遐大个，总共有一万外粒吧、啊。将来都无遮尔啊，塑情个，以后都无人敢个讲话咯，令他信啊，第三位布恩，布恩是咱地主啊，咱地主看到的老师。 关到这建辈啊，或者你塑像的心像、建塔、个纪念、建塔、个供养，这些不稳。所以啊，有这三个意思，我花镜来对伊讲：，祝贺灭多意，供用下利者，给万月将他因文给 表里，还有起啊，旧庙，就头气个，或者有将台下个浸水，浸水就香，就是单香。无比如有材，用其他材料装在泥土等，拢会动。植有矿业中。 土生佛庙，即、这个著是啊，伫即个中国诶高原一带，像藏传诶啊，拢嘛是伫即、这个诶，青、这个、山啦、高山顶面，咱看着就伫诶住宅用石头，甲对即个佛庙啊，那伊字啊，当主席，即、这、著、个、是啊，甚至即。 小朋友自耍维佛塔，在沙盘内底去耍，甲耍对做一个塔的模样。老师呀，朱林定，甲伊生活都啊，真是我华经常赞叹的呀、啊。为什么？心中啊有佛。 对佛有恭敬，这就是在阿拉耶识内底种了佛的经济甚至讲一句很好,好，一句咒语。 力量，或者是啊，天文，迄且看到人的树下，一列眼军，一列耳军，因为道正啊。阿里啊，说来对这个经济未消灭，啊，以后不一定啊，什么时阵？ 盐给堵掉了，这个经济堵掉盐的形势啊，规划结果啊，还记得什么个后啊？啊，上呢？ 及佛性，故敬意阿含，佛性还道理，有天王亦佛，这是一个国王或地主，或者道理天咯，我在世间。 即个国王想富，非常想想富啦。用乌头煎蛋，乌头煎蛋是煎蛋香内面上介好。用即个檀香的茶调和香，管恶臭，是为啊出土雕像之术。即、这个娑婆世界，即、这个地球上最初。 雕石刻摩尼佛像，这是啊最初的底尊啊。我来民呢《华经》内面讲啦，六人啊为佛国，建立主形象，强调形象上该意啊幸福多。 这个人，伊啊雕立啊即尊佛像，即尊,尊,尊啊菩萨像，一尊啊罗汉像，功德啊拢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阿赖耶识即个经济特别有力量。 会啊，放出伊诶即个呃功能啊，帮助你啊成道啊，你因好缘好，你得到人心都着先地识啊，一星啊着对成就是。

孔庙，孔庙无大，亲像咱中国嘅大庙。这是讲小佛像，调做一个小小嘅佛像，宁都三四，八十一格。 生死之罪，咱来相信未？这是佛讲诶啊，就像《功德金是佛讲诶。做一阵的，讲灭是大阿 比如是大水作凶，来收如空灭，啊，就会当都三世八十一劫，世死之罪。啊，咱相信，或是真乌假，如乌假，不妄乌假，不公乌假。啊，或者话咱毋相信，你当信啥人咧？ 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即句话内底用心是啊，关键，真心诶心著是真心心，真心到极处咯，恭敬到极处咯，自身的功底是无共咯。 毋是咧变性了呀，毋是咧讲官桥随随便便，毋是这个意思。有时难道会知影咯？祖上诶功德啊，不可思议。难道还做不？哎呀，现在祖上比古早西的容易，现在当印刷。 扎起来啊，真方便。大张、细张啊，甚至讲啊，定定住伫带滴，落地内底念念不忘。旅行的时阵，到底如果来对，一碎白诶，相、卡片共款，会通辐射咧房间内底。 那么面对着互相做早晚功课，方便啊。啊，办多诶活动，诶，让个人来扛灯，诶，让个人来大殿用摄像机甲翕落来，拍伫云雾顶面，亲像伫只大殿拢嘛共款咧。现在技术是最高。 啊，虽然佛门地主有机会去玩去旅游，看到这个庄严的佛像，一定爱伊摄落来。哎，流通啊，真侪人啊，毋捌去过舞台，毋捌去过峨眉，啊，咱去嘅人甲摄落来，伊拢有缘看着咯。 啊！咱相信，坐上功德确实如何所说，功德之大，要做诶事情，毋是咱会当想象诶着，这是真诶，毋是假啊！下面呢，即第五呢，欢是沙文著、就是在经伊欢是供养。 经常啊，出家人，伊所需求的三衣一钵也在山啊。所求呢，每工都是一顿饭，因啊早暗拢无食，着中昼一顿饭，日中啊一食。 啊，所以一息呢真重要啊！维持呢身体健康，著、就是靠即个一息啦、啊。咱著爱啊，真慎重。《妙菩萨弥陀经》经，经龙马是佛说，伊是释者，同时阿苏，这是破释五行代志。 即把分啊，王代志伊是四只东西，我输，阮何为我一面甲咱讲出来？一者士命，要人无食，那你这一边伊以维心生命可以毋食，所以这真重要。 第二个，知识，知识什么？知是啊，身体啊，健康。伊第四个颜色和叶，和叶相貌端严。第三个，视力，伊是四个睛眼视力，伊啊。 无力，拢对这个啊隐私来的啊，第四是落，易出事故，身心安乐；第五是变，让企业家身心焦虑、言肃、建立，即个。 而这人啊，到家这个老的时阵，那你看到啊，老人把酒啊、灰、泥坑啊、臭鱼咯，声音拢无声咯。 龙马诶啊出现咯，啊，加尔咧，颜色健力健力颜色健力，咱现,现,现,现在都会感觉到，啊，有些安怎讲话愈少愈好啊。 念佛的人，到这年龄以后，家己明了，来全心全力，慢也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心净土，啊就对了。啊，隆重放下，别人赞叹，不免欢喜啊，寿命都要高了。 把咱诽谤，也不爱去插皮，无时间通插皮，念佛较要紧，至于净土要紧，其他拢不要紧，更何况，我最<对>经常有甲人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 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；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啦。定定空在心内。啊，啊一切境界，六根所接触的六种境界，各眼分烟啦、啊，无极罗。 活好，个廿条诶，也无甲要紧啦。求生净土较要紧啦。诶、欸，下面讲咯，饮食那是充足，身心,心用类啊，德大便在智慧无碍啊。 谢谢啊，年纪加臃肿的时阵，要维苏来对供，欢喜三文家。 经文这是阴经，下边是《些啊，好帅的。正念得万，树天下宝，地理不如，请以清净三门，月下穷勇，得利殊倍啊。 这也是佛地经常讲的。成功，比如，也、这、比、个、如万万万，四天下都是啊四大部洲，所谓有宝物，你讲能依得到万四天下宝，这个利益有偌大呢？ 真大啦！我讲啦，不如请一个啊，清净沙门，请伊啊，当起住来啊，来供养伊，供养一顿饭，这个得到的这个利益呢，啊，比得到满四天下哺啊，抑阁较水。 可是安怎，无人相信啦！我初学会的时阵，是我生活环境上艰苦的时阵。 无能力布施啊，将家在施教外啊！空花理心所以在乎啊，不在乎做未到。 啊！仙德大师当年在世诶时阵，伫伫长安出名了，更人念佛更小朋友，连这善佛号可以一文钱用即个方法，和长安城诶这小朋友拢念佛，小朋友大动了，大人也念佛，啊！别人可以共用。 伊啊，全部提起啊，请人诶写、呃、经啊。因迄时阵，当朝无印刷术，印刷术是宋朝才发明诶。啊，随写暗语多经，写了几万卷，四季皆流通啊。伊做些代志。啊，近代咧，印光大师嘛是十方诶供养，啊，开一个。 诶，印刷厂红花社是办的啊，都、就是是帮地主诶，供用办即个红花社，印上金猪啊、仙猪，亲像咱即套猪都得啊，从书印光大出印的，啊，应该的那大着上午几个东西送一套互我。 我看得非常好，民国初二印的，我交给我印刷厂印一万套，就是我家己印的，一万套。伊老大人亲身这个啊，他给啊，赞叹给啊，甲咱讲这部是好书，啊在乎变怎啊？ 你去都要去测的，每当去测测了就贪财，所以啊，老师教我讲：布施，在布施得到财富；发布施得到聪明智慧；无以布得健康长寿。我甲老师讲，我讲我无财啊，发布施嘛无啦、啊。 伊甲我讲，无，还要藏心内。有诶时阵，都要去做。比如讲，财布师，伊就问我讲，一角银你有无？我讲一角银有，会动。啊，一块银有无？一块银卖用呢？老师讲，你着对啊，一角一开始。 啊，认真去做啊！这个一靠信人，要滴咧。有，迄、那个时阵开始，问去说寺庙咯，寺庙特别有恭敬这个活动个啊。问去听经，都有人摕着一本小本簿啊，摕着一张纸来摸关大家来倾钱啊，就是念经，一课文伊都袂拒绝。 一甲文也未拒绝，隆重的写落去。那、啊、一个是奉新，一个是印经。啊，有人专门来收集。啊，奉新、印经，奉新是无为布施，救、啊、众生的心命，古婆啊得到健康长寿。 啊，我著知影讲要安怎来去做啊！呀、啊，营养做时阵，啊，我著会啊，呃、啊，提起营养便宜，便宜报销医药费，若有急难，若未去医药费诶，那、啊、我有即个救济金帮助伊。 啊，以后常用啊水咯，啊，常、啊、用水咯啊，我这甲比喻讲啊，啊，我,啊我每个月管一万块做医药费，啊，逐个月拢管一年啊付一百。 付十二万块，等你付啊！真正健康等退休，啊！我相信为什么我袂使破病啊？病了都无医药费，医药费拢报销去咯。哎、啊，哪公欠即个有医药费啊？买医疗保险咧，啊，著是讲你一定会破病啊！ 啊！你袂破病，诶，钱免那开销。啊，即款代志我则无爱做咧。我无人寿保险，我嘛毋免即个医疗诶啊保险啊。哇，定定照顾别人，最重要咧。定定有即个心，啊著好咯。 身边什么都较重要，啊，常常有帮助人的心，救苦救难的心。哎，知影安怎修家己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简中这些不够念佛啦，最大还善。 啊，谁干诶宪法，守护慧民是最大诶善，不用性给转学是最大诶善，咱来专心专力帮助伊。啊，转学唔能讲转到咱这代啊，哎，个，传落去，传统文化重要啊，为什么？不坏事。 建立在传统文化这个基础上文字啊，也经是汉字写，是文言文写呀。那个传统文化汉字文言文没了，古经就无人会读了，那就就悲哀啊！所以现在迫切需要，全世界拢嘛需要。

甲白位文换作外国文，对于啊全世界来流通，啊，这是咱诶愿望，咱诶想法做法。今仔日时间到咯，咱就学习到即地。